暴瘦加挥狂躁，想死。你好瘦，这次看到你。拍了财神以后，一直担心今天来临才瘦。有冇咁夸张？期待。以为前日北京个记招咁讲，大家就会信。真正答案其实系。他早前接了新戏大追捕，个角色陷冤狱后想复仇，所以决心减肥操 fit 到咁咋。五个月就已经有啲李小龙嘅影子，唔易噶。除咗日日练成几个钟，仲要戒口，早餐净系食香蕉麦皮，其余两餐就食鸡同菜，dry到爆。家辉仲话嗰段时间又燥又单，真系有一刻谂过去死啊！放眼望去就